就蹲了个301射炮就过去往回飞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这不明摆着让我起全装嘛？那么这一把五头四甲我给拖，来看一下我这把如何操作啊？好，正友，你眼神这么好。在进楼的时候，观众告诉我说楼顶有东西在跑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是很信啊，但是还是进步摸一会儿。别跑，全部走。怎么慌啊？换子弹，打药。换子弹，打药。换子弹，打药。嘿嘿嘿嘿，套你猴，小老六。哦哟，这装备搭配六头四甲，然后 AU 坤的握把还没了。什么 AU 坤怎么没握把？而且从他的胸罩里面翻出了一组 M62， 有点奇怪。M62， 哦哟 ，M62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怎么有弹夹？他干死人了！他干死玩家了！哥们，你干死你枪呢？你是没卸枪是吧？他干掉一个玩家，但是他没舔装备，他就啊！难怪他包里为什么会有一组62？他跟别人打完架，把这个枪埋了，然后拿他的破枪跟我打。你看这 A U G 连握把都没有，他能死吗？妈送终，这么穷。哎，五啊！黝黑，很好，我就喜欢那种光打架不受物资的玩家。现在钟楼收完了，准备过西楼看一下。他把握把给吃起来了，这个人吃握把，他的爆。在准备过西楼的时候，听到这个握手打架了，正好这个位置不错，可以架一下。谁开的枪？有点满，不过不影响，他没得走的。听了一下脚步，他没往前跑，那就是在消防车后面。直接甩雷，跟他打。可能进楼了，走。他被我打废了。哎，死了，嘿嘿。虽然我这个枪法很麻，但是我这个炮雷技术那是炉火纯青。什么吹风筒？不是，他这个吹风筒装了个六倍镜是什么意思啊 ？AU 坤没握把，冲锋枪当狙打。有人跑过去西楼了，我这边啊。这么远的距离，我拿个冲锋枪装个机瞄给他，没错，当狙打。我用那把黑 DT 的。这他妈没死，你的妈妈的吻。啊，抢木头了，进屋了。那旅行袋，好好好，一个人。喝水。这个人被我揍了两波，现在还搁那屋里面收物资喝东西，不是他心这么大没有危机感的吗？关门啊！听到我了。好，你等着啊，你别动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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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好好好，你别动啊。不，又是 AU 坤，这个人装备明明不错啊，这五甲四头一把 AU 坤能反打呀，但是他的行为我就有点搞不懂了，而且他的包也没有，这一把的玩家都不知道在玩什么呀。没包啊，他没包。没有包，等了半天没人过来，就先收物资了。马飞，姨妈亲。
错，年轻人，哼哼，老年轻人，什么金？嗯，哼，我操！虽然不是同一个时间，但是同一个地点的、啊，我又出小黑了。那这把四个玩家，两个小黑，直接肥肥撤离。最后再说一句，有需要刚正物刷人头的可以找景阳，送500万到1000万卢布哦。